锵锵三人行，我是梁文道，还有子东、家辉。说起我们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问题很严重，嗯，有点邪门。怎么讲？就我发现我们这个节目，除了我们主持人窦文涛，嗯，然后剩下来我们三个算是最常出现的嘉宾啊。嗯、我们三个人里头呢，加上窦文涛，这四个人里头，四个人之中有三个人心脏有问题。首先不是你跟文涛有一集做节目，都已经说了吗？说自己心脏。我们以后改了，心脏三人行。就是心脏三人行，心脏病三人行是。然后你不是也堵血管了吗？我检查过了。堵了七成了啊！堵，对对，我发现我来的节目越多，堵得越严重。我还没检查，我这个就用我们广告戳戳戳打一个冷血，真是，我还没检查，我也得去检查一下。我们就知道有一集啊，不是节目里面，就是他跟文涛两个就公开交代了，就说两个都心脏病。我记得那集节目，你们两个还一直劝说我该戒烟嘛，说免得走上了窦文涛这个不归之路。不，就反正这条道路啊。结果你看，窦文涛就有一天做节目啊，在我们这做节目的时候，这还没做吧？我看那天是还没做，整个人就倒在我们休息室那个沙发上，脸色苍白，在那吃饼干。然后呢，就说很不舒服。那天我在，对，那天是本来是跟竹佑廷一起做节目啊，要讲什么张柏芝啊，什么东西。对对对，然后就。但是呢，有一点非常反正，他平常我如果一进那个化妆间呢，他一定会跟我打招呼的，这是永远的，他一定会说你来了什么什么。那天他居然不说话。嗯，我当时我在弄头发的时候，我就在有点纳闷，窦文涛今天什么事情了？这紧张到这个地步不说话。等我头发弄，他早不说晚不说，等我头发什么全弄好了，他跑过来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到医院去。对，就这样。然后那个本来那个宋欣还说要开车送他的啊。然后他说就坐徐老师的车，就我就送他。结果还好，他们就开车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呢？那回就没做成吧节目，后来休息了一轮，那么又来一次，又这回我也在了，我们三个一块做了。就是那一次之后就没录了是吧？那一次没录，但是反正我们有节目，反正还有节目播。那天取消了，但前一天录了一些节目，所以就连播了几天啊。然后后来呢，就到我来了之后。我们那天我记得也是要讲张柏芝，就录了一两集，说到讲张柏芝他就不行了，然后又给送去医院了，我们把他给，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窦文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乃至于要休假让我来代班呢？主要因素其实是张柏芝。哦，我明白。那我觉得我真的感谢窦文涛涛哥哈，我看来对我很好。因为啊，在子东你刚说的出事那一天前一天，我们来录，我来录的，录那个跟佑廷嘛，谈张柏芝嘛，那只谈了一集，然后我就一直跟窦文涛说不够。这么好玩的题目要多录几集哈、可是没有办法。他也是这么觉得吧？对，然后第二天他录不成啊，然后再来跟你录又录不成、原来他故意把这个留给我，最后是我跟你来录嘛、对不对？我们那一集就讲江柏芝啊，原来是真的生病是吧？我还很阴暗，我跟很多网友一样，心里想出了什么状况？会不会他讲了什么话？对，你说对了。现在网上就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其实后来我来代班的第一天，我就说他休假。你知道平常我们就觉得人家病这有什么好说吗？什么了不起的，休假不就休假了、我就不愿去谈窦文涛病的事儿、今天我们把这个过程谈得这么细，恰恰就是因为很多像你这么阴暗的人，我跟你说马家辉啊，给大家看看这个图，反正有这么一个网，首先出了这么一个消息，说为什么窦文涛休假呢？他不叫休假，他说是承认凤凰男是体制内名主持突然失踪。那他这个说法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就有一回啊，就我也是我们子东是吧、那回你记不记得我们三个一块做节目的时候、就忽然那天我们讲裁判嘛，讲这个足球，说我说到一件事，裁判很重要，怎么样怎么样，说着说着不要文涛怎么说到我们凤凰体制内怎么样，然后你就问了一句，你们凤凰是体制内吗？他说我们当然体制内。那你知道文涛讲那个体制内的意思啊、不是说我们是属于什么啊、什么官方机构，因为我们是香港上市公司嘛。他讲体制内就是说反正我们也得在大陆播，那也得考虑国情各方面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就那集节目有人看了之后，后来发现窦文涛怎么不上节目，让梁文道这小子坐中间来代班呢？他一联想，原来是因为这样，是因为他说错话，说承认凤凰是体制内。你想想看，这个我觉得有意思。就明明之前你们节目里面
都公开说过心脏有事儿，嗯，不好了。也文涛也公开说过他家里头他妈妈的事儿，让他最近心力特别焦悴，特别着急了。他们就没办法从这里面联想出他的休假的正常的这个合理，而偏偏要从说窦文涛承认凤凰是体制内，然后从这一点来联想到，嗯，他是说错话，被下课了，被失踪了。这个联想我觉得太奇怪了，所以我郑重建议所有的娱乐八卦的网友跟狗仔们，今天开始你们应该朝这个方向联想。窦文涛之所以失踪跟这个要休假，主要理由是张柏芝。张柏芝现在跟谢霆锋闹的事儿，窦文涛怎么又掺和进去了呢？这个很有待咀嚼跟发掘。我完全同意，因为啊，各位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观众可以上网回看那一集，我跟佑廷跟文涛谈张柏芝。你看他眼神不对了吧？我好久没看到的文涛那种荷尔蒙指数那么高了呀，非常兴奋，那眼睛发光，口水半流出来的。我觉得这样对心脏会有影响哈。就是。所以你刚说那种推论，坦白讲，大胆假设没有。大胆假设，我说这种对，大胆假设，他没有小心求证，网友们去小心求证，到底张柏芝、谢霆锋跟窦文涛这三角关系，不，这三个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还有陈冠希，还有陈冠希的，多复杂，嫉妒，嫉妒，羡慕，嫉妒。这个窦文涛得几天病，就这么多人关注，我都病了一个多月都没人理我，哎呀，真太嫉妒了。没有，那他在网上啊，好玩是说，除了这个网以外，另外网上很多论坛嘛，包括香港很多《锵锵三人行》的观众哈，各种的猜测都有。有人说，哎，是不是那个哎梁文道打小报告把窦文涛赶下台啊，连续剧。然后有人说，哎，是不是他跟徐子东吵架这样？我跟刘强乐老板接话。对，他跟张柏芝不寻常，就是今天没把这个事往这。还有一个猜测，到最后有人讲都没话讲，就说会不会是窦文涛怀孕啊？你这怀孕通常是，哎，这机会相当高，这我早就有这个怀疑了。对，我早就觉得窦文涛这人是会怀孕的。要看他肚皮越来越大。其实呢，你仔细看那文章的作者叫洪森，嗯，这个人呢以前就写过，是越南那个洪森啊，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哪里的洪森。这个好像也有个剧作，那个也有个剧作家。叫洪森嘛，新文学大戏里边好像有个剧作家叫洪森，没错。不过这个剧作家大概不会活到现在。这个洪森呢，我注意过他以前的文章，也有失实的地方，对，他一直有追踪，有常常有偏离，而且是政治趣味的。那有关方面的把他的文章拿来当材料呢，常常会走入了这个八卦的迷途，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思路。有些人也许是好心了。他也许我想啊，从最善良的角度来讲，他可能真的是喜欢窦文涛，对不对？所以一天不见了，他就来猜想。太奇怪啊！他这个，他为什么？我觉得这事儿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就是说，明明我们节目是说过，大家你们四个人里头三个人心脏不好，怎么样？忽然一个人要休假了，他不往这个方向想，他偏偏从某一集节目，就我们自个说了都不记得那些芝麻绿豆小事儿，从那个方面来想。就可见他这个联想是有倾向的，就是说他这个联想一定必须要把这个事儿联想到某些政治啊、敏感啊、言论这方面来想，就我觉得这点有意思。没有，我可是文道，我们倒过来讲啊，我替他辩护一下哈，可能是说他前面那几集讲到我们有心脏病那几集没有看嘛。你不能觉得，不能假设他每一集都上做学问，他就正好看了。对，像你那么学问大哈，这样他不是刚好看到什么谈体制内那一集？可是对啊，所以就这样联想，时间也比较近。可是话说回来，说是体制内也对啊。你刚说凤凰是在香港上市公司嘛？那香港是什么？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公司也对嘛？那心脏病当然要收拾啊，它是宝啊，不能给它挂掉，对不对？那一挂掉，对股价可能也有影响。我跟你讲，佳慧，这件事儿，我们很多人都很不满意了，已经。徐子东很不满意吧？病了一个多月，没人理他，怎么就没人说徐子东下课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到这个窦文涛被失踪嘛，那么然后窦文涛本来在养病，那几天我还天天跟他联系，还教他这个养气之道，我跟你讲。然后后来呢，不是出了这个网上一堆人轰传说我们这出问题吗？
结果闹的呢，窦文涛很不好意思，他一辈子就不喜欢用微博这些事儿，也不看，那么被迫也要透过凤凰呢发了一段微博，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微博。这段微博上面就写：“大家好，我交代，这身体不舒服，影响工作，到医院一趟，还是心脏犯毛病，医生建议休养治疗些日子，无奈只能暂时缺席节目。文道兄和马鼎盛老师暂代我主持《锵锵》和《拍案》，真乃大义助亲，令我感动感谢，感谢观众及各界朋友对小弟的关切。有些朋友也甭瞎猜了，我没私奔，还是凤凰人。”愿大家以我为戒，身心健康。窦文涛啊，还文笔还不错嘛，真的是。不是平常他说话语气不就这样吗？你看一看就知道是他的话。你们跟他有什么亲啊？大义助亲、啊，揭露了你们的秘密。就你刚才不是说他怀疑他怀孕嘛？其实、原来这样。可是话说回来，我听说啊，凤凰有些人也蛮不想他回来的。哦，真的、啊？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嘛，凤凰有小数的人，有时候我们会喜欢。要放松一下，抽根小烟啊，抽抽烟哈、啊。是。以前窦文涛有时候也跟着我们一起混，是找个地方偷起来抽烟哈、啊。老实说，那个残疾人的那个房间。哎，我没这样说，哎，不要乱讲，乱说。就外头抽的，你们就轮椅厕所。哪有这种事？徐总，你别乱讲话啊！我们都是到外面抽的。哦，外面。哎，就是你接着说。反正后来回到外面抽，怎么了？后来。后来听说窦文涛出状况之后呢，啊，就决心要戒烟啊。是。他说，经过这次事情之后。要戒烟，还是跟大家警告，你们以后给我看到谁抽烟，我就打电话报警检举你们。所以大家很怕他回来之后会检举我们抽烟。我跟你讲，这人早就看穿他不是个好人嘛。对，你就说嘛，趁他不在，他这种人平常以前抽烟是老拉着我们去陪他，是吧、啊？自己说要戒烟，就看人家抽还要打电话去通知保安抓人，你说这像话吗？他是叫戒烟嘛，他的戒烟就是他自己的不满，就问人家戒烟。对，我跟我们戒。我想起这种情况有一个普遍性，比方说你在公司里或者是大学里或者是政府机构里，其实以前常常会有一些叫匿名信，或者后来是有一个大字报或者小字报，比方说很简单，你个大学里很多教授突然现在是网了，以前匿名信就是说啊某教授跟女学生怎么或者某教授碰了什么事，你看他最近不上课了，就谣言就来了，等等。那关键这个学校在这个地方这个态度其实很重要，对不对？是。他们要是因为你说同事之间都有竞争关系嘛，你知道很多情况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明明这件事情本来是无中生有，或者是说也是空穴来风什么，但旁边的人传得很起劲，对不对？哎，这个人有什么事要，哎，他很红哦，他最近这个当红炸子鸡，你看果然有什么什么事情有人传。那这个东西啊，我们讲体制内体制外，任何一种体制，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开明不开明的表现了。就这种匿名的东西，你得好好的做调查，你不能听到风又是雨，你到来说，哎，不管怎么样啊，人家在传啊，这对我们不利啊，啊，这我们这个到底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才显示出这个，对，你讲到这个制度的完整性，你讲到这个让我想起来啊，其实我觉得体制是什么？就比如说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比如说读一些法国思想家卡斯多利亚德那些书，讲想象的体制，我当时觉得体制是什么？体制就是个思考方法，体制其实是你思维方式，你的大脑，体制就在你的大脑里头。你一旦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你就已经是体制内人。你因为为什么？我就说你，因为我们中国人啊，你想想看，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这几年或者这几十年，特别擅长这种政治联想。就以前这个东西叫做在西方国家的克里姆林宫学嘛，你知道吧？就什么叫克里姆林宫学呢？那时候美国老要搞清楚苏联到底怎么回事，但他们不够资料，不够材料，于是就猜，哎，今年这个红场阅兵司令台上头。怎么这个站的位置不对了？怎么跟去年就这里头是谁明升暗降了吧？谁怎么样就搞这个东西？哎，我可是重点，你刚说到说被训练成这样子，被谁训练呢？不一定是说在学校老师教你这样联想哈。我觉得说在日常的生活经验里面，假如你看新闻也好，看电视也好，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在工作环境任何情况。当你从阴暗方面来联想的话，假如十回有七回结果是真的话，你很难避免。不需要七回啊，十回里面有两三回中你就够了，就够了。哎，突然有人跑来跟你握手，这说明什么？这个是偶然的吗？等等等等等等。对，所以因为我们这的确啊，就是你必须承认，
就有时候我们讯息不是太公开现在、嗯、那于是很多时候呢大家要猜这事儿怎么回事，那你知道有时候有某些的企业啊，比如说在遇到什么事要辟谣，或者说有些公家部门甚至出了什么事要出来说句话、嗯、老百姓都不太相信，为什么呢、嗯、因为他说一句话很多的确到后来被证实果然是有问题的，没有文道不像人家说的，文道你说的一个很关键辟谣出来澄清，以前我们说哎，经常会用阴暗的联想发现是真的话、嗯哈嗯、那当然我们会倾向这样想、嗯、另外每一次有人去从阴暗方面来联想之后，很多时候你看不到有人出来辟谣的，或者说根本不辟谣的，出来只是回骂你，你这别有居心别有用心，他不像我们拿出证据来哈，不像我们甚至几乎把窦文涛的医生报告都拿出来哈。假如很多懂得用正当的方法来辟谣的话，我觉得整个风气会改变。没有用的，不会有用的。我跟你讲，我们今天这集做完节目之后回去，他们会讲，我就说什么这三人，这三个人心虚啊，心虚啊。故作风趣幽默来掩盖窦文涛被失踪的真相。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见。我跟你说啊，这个说到这个联想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其实我刚不是说联想其实是一个整个就是一个体制的运作的方式嘛，比如说才会觉得哎，你这么做是不是在想什么事呢、嗯、这让我想起来就鲁迅以前想写中国人联想的那篇文章、嗯、说什么来着，看着个胳膊，对，胳膊就联想到身体啊、嗯、联想到性器官、啊、联想到性交啊等等等等、嗯、对对对，就鲁迅早就说过这事儿、嗯、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该怎么办呢，就做一个健康的一个现代中国人、啊、增加透明度，对，当然体制我们希望它真的是越来越透明，那么让大家不用再那么多联想，但是就算假如有人很顽固的坚持用个联想的方式来处理所有事情，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不许联想，就拒绝联想、嗯、这让自己想法就不要走那条路、嗯、你一旦走这条路你就变得不正派，你比如说我像窦文涛这个消息这个写法，我觉得这么思考很不正派嘛，就我觉得今天中国很不光明正大，那怎么样让自己光明正大点，很简单，就拒绝联想，就像这个我的好朋友王晓峰写的那个博客的名字一样、嗯、就是不许联想、嗯、因为我们太爱联想，而每回联想必往阴暗面联想、嗯、那李佳辉你刚刚说到这个东西，当然是我们特殊情况往往造成就是大家联想，而且联想还常准，是吧，那就难免了。可是有时候啊，你看教育还真的有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今年高考题目啊，今高考呢的作文呢是有阅读分的嘛，就有阅读材料，给你一篇范文，然后你阅读它，然后写一些分析什么。那么有这么一个今年的一个高考，福建高考语文课，它出了一个这个题目叫做朱启林被磨掉的奠基人，那么拿着这个文章来做给学高考生的这个一个阅读材料。那这个文章的原来的作者呢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林天红，结果他看到，哎呀，很荣幸嘛，是吧，自己的文章给人拿去当高考题了，然后去看一看，他发现他按着这个高考的要求答一遍之后自己是答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里面啊有这个出题的老师就问这个学生，这篇文章中间提到两次下雨，这是为什么？嗯，然后呢这个作者本来觉得这没什么，他没想到，但是呢，所以他答的时候不就答错了吗？就微言大义，微言大义。所以啊，这个以前读《红楼梦》都是这样读法的嘛，对吧？每个名字后面他的微言大义，搞文学理论不就这样吗？所以佛罗伊德学派就这样。所以讲今天回到今天的那个话题啊，讲那个我还是联想啊，我觉得体制内的联想是两点，第一，不要利用小事情搞帮派斗争，对；第二，技术上不要太粗糙，对，就是说你这个八卦新闻不能拿来当情报，这是建议。但最重要的，我还是个体制外的建议，就是说，归根结底是一句言论嘛。你看他这篇报道最大的问题不是说窦文涛休息，而是说窦文涛说了一句话，而因为这句话，开玩笑啊，三人行说很多废话错话的，不能够因为我们说废话错话就把一个人让他休息。这个是所有的体制都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我这个是大家看得清楚，其他的水平你慢慢去提高，但是最外面台面上的事情是要做到，就算他今天说了这句话
也没事，应该是。对，我觉得说说这个题目啊，坦白讲，我有一半的心虚的。我必须说，他就这种很阴暗的体制内，我跟你说。不是，我必须说，哎，每个人都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啊，联想，我们做这个节目一直都在联想。我们来讨论任何的事情，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杀死宾拉登？为什么我们谈过这话题吗？对不对？为什么马上把他海葬什么？我们都是联想啊，差别在于什么？我们可以联想，联想可以说是一个推论，可是你不能把推论当作结论。现在这个种种的很多的报道是把推论当作结论来，技术层面太粗糙。所以我们比方说在香港写一些评论文章啊，至少我个人是这样哈，我都加很多给自己保留一个空间，我都加或许、可能、也许，哈啊，我猜想，我们是说基于这样的推断，有可能是这样子，那是推论，你可以来讨论。你可是不能从一标题到内文就说我这是结论。啊，那另外一个我还是觉得任何的事情啊，被说到的人机构也好，需要澄清了、有帮助增加整个制度的透明度。我所觉得一个巴掌打不响嘛、你永远在联想之后大家不澄清，就像我刚说的，说有哪个公司的行政总裁学历是作假的，然后就这样。 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总算澄清了，窦文涛休假主要就是张柏芝。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